那因为像我们打第三剂的时间很短，我们在一月最主要从一月初开始，一月六号那时候开始，所以我们并没有那样的一个急迫性。好，那但是呢，疫苗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需要，我们采购的量还足够大家来使用。那因为像我们打第三剂的时间很短，我们在一月最主要从一月初开始，一月六号那时候开始。